There is a house in New Orleans. They call the rising sun, and it's been.喂，观众朋友们，周一晚上好。喂，前面吃了个饭啊，赶紧回来吃了个饭啊，扒了两口饭来了。感谢切尔西 Nexus 送的一个大保时捷。感谢切尔西 Nexus 大老板，祝 Nexus 大老板越来越帅，身体健康，祝老板夜夜笙歌。感谢切尔西 Nexus 大老板送的大保时捷。感谢阿贵贵送的66个小星星特效。感谢贵总，谢谢安哲里娜，谢谢心跳，感谢 Niki， 谢谢 Soy Milk， 谢谢海马仔公主，谢谢 CNZ， 谢谢小戴，感谢高 L， 谢谢放浪不羁送的点亮，感谢芝麻糊糊送的点亮，谢谢 KYO 送的点亮。嗯，我们今天说好就指甲衣给大家全部通掉啊，给大家全部通掉。地下城我看了，我以为很多人玩，我一看就阿大买了，没第二个人买的，就阿大买了，是不是全退款了啊？感谢秋子，谢谢 J-Hone， 谢谢芝麻糊糊，感谢 H， 谢谢十四仙送的点亮，谢老板。有好几个在玩的，地下城就那个，他们说就是魔兽加上暗黑的合体，反正也套东西的，套装备的啊，就套装备的。今天我们就先搞这个吧，这个之前一直说播，然后一直没播嘛，给大家就弄完吧，好吧。弄完之后时间早，要是还能再试试，因为这游戏还挺快的，主要这游戏就是解谜，恐怖其实也不是很恐怖，就主要是解谜。主播这解谜速度脑袋瓜子灵呀！啊，解谜起来这应该很快吧？预计大概两个小时搞定了吧？有花容道怎么办啊？我不知道。有花容道，那你不得半个小时啊？世上并无完美之人，只有为爱勇敢者，方会突破束缚，破茧成蝶。这段文字是什么鬼玩意儿？不中不洋不古不今，懂不懂什么叫中国风啊？梁祝，又是这些老套传奇故事，能不能创新一下？梁山伯与祝英台，时间也弄错了，海报上写的是一个月后的日期吧？敷衍，这剧场满满的敷衍感，你选剧场的时候根本没用心吧？这座有完全的配音啦。我是请小翠看戏啊，那个谁，钟子怡，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啊？这个是新人物是吧？什么寻元峰，什么钟子怡，这个字突然这居然读怡啊？哦，是怡，这下面是一个怡字，我还以为是读轩呢，我天，这两个人好像之前从来没有。他先进去了，还小翠。记不清我的名字也就算了，连他的名字都叫不对，哪有这样追女孩子的，别人会理你才怪。 Only Up 2我看了一下啊，就不是原来那个 Only Up 的续作，现在你在 Steam 上面你搜 Only Up 能出来那个七八个，全是盗版兄弟，原先的那个正版的 Only Up 好像已经下架了，那个2我那个2还有什么1那些应该都是骗人的，都是盗版啊，全是盗版。还嫌我碍事啊？
要是没有我，他都不好意思单独赴约。把票给我，我先进去了。把票给他，那我要怎么进去呢？是要我重新去买一张吗？如果这个时候买不到票了，我该怎么办？给他钱，让他自己去买行不行？如果真买不到票了，他会生气吧？那个小钟好像脾气挺大的，进不去了，会不会在门口骂我？这两人不是男女朋友啊，这肯定是吧子。钟子怡白了一眼一言不发的寻元峰，从他手中抢过了票。看戏，看梁山伯与祝英台。这年头还有追女孩子请别人看戏的，怎么想的？哎，不应该看戏吗？看戏哪里不好啊？我去试试，再买张票吧。这个就是这样的这个过程了，这个是每一次都有。教你怎么交互，每一代都一样啊！点击买票，我还是第一次自己买票，该怎么说呀？万一只能手机支付要怎么办？我又没有手机，先问问试试看吧。我想买一张《梁祝》的票，请问要多少钱啊？怎么不说话呢？我应该继续问吗？可是我已经问过了呀，还可以说什么呢？哎。面对陌生人，我就更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。是个社恐男，社恐。啊！我好像看到了木偶的手，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吗？而且我还没给钱呢，怎么就把票给我了？拾取门票，钱也没付。一个木偶的手掏出一张票，太好了，就在那两个座位后排。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问能不能选座。380元，还好我带够了现金。福禄城南大剧院。徐元峰掏出了400元递了进去，没入到窗口内的黑暗之中，里面的人影仍然一动不动，也看不清他有没有将钱收好。为什么还不找我钱呢？我该问一下吗？会不会就是现金不找零呢？会有这样的规则吗？算了，不找就不找，快到开场时间了，还是过去吧。开场戏380好像还挺正常吧，我觉得挺正常。现在这演唱会基本上都要800-900起步了，正常正常。说起来真的奇怪，为什么看不到别的观众，而且连工作人员都没有啊？是因为我来晚了，都进去了吗？点击门票钓具，塞进去，刷卡。他们等我很久了吧？都怪我，耽误了很多时间。一张票，一张票380。咋啦？啊？你不要突然回头啊！小翠，小翠，不对，已经知道她真正的名字了，还是叫错是不是不太礼貌啊？虽然习惯性的觉得她叫小翠，喊人的时候还是不要喊错吧。那小翠是她网名了，两个人网恋。小桃。小桃，音乐这么温暖的，指甲一的二，把它翻了过来变成五，这个说明这个剧情应该是接着这个二的了，跟二有关联。陶怼怼，小翠看得挺认真的，我还怕她讨厌看戏呢，还好。小钟好像快睡着了吧，刚才还嘟囔着戏不好看，那他为什么要来？就刚刚两个女孩子，一个是那个叫什么钟什么仪，旁边那个是陶怼怼，是吧？两个人应该是闺蜜。该到化蝶的戏了，梁祝我看了很多次，每次看到这里都很感动。
不知道小翠会不会喜欢。哭相思，这字幕还在闪动啊！啊，这是谁啊？杨助理没有这样的角色吧？这么好看呐、啊！这一桌的鬼不会长这样吧？有点漂亮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听说有些地方的戏曲表演会吐火，但没听说过有在台上点火的呀。不太对劲儿，我们快离开这儿。小钟呢？他去哪里了？我也没注意他什么时候离开的。啊？观众怎么也都不见了？我记得有很多人啊。观众都不见了，戏看着看着观众不见，小钟也不见了。哎，我去个洗手间的功夫，小钟就散场了，怎么连灯都关了？这戏院赚不到钱就在这里省吗？钟子轩看到台上的火焰，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，好像在想这又是什么鬼情况。快走，先离开再说吧。三人先后试了每个出入口的门，却一个都打不开。这门怎么被铁链锁住了？这边的门也打不开。这道门怎么也锁住了？刚刚我才从这里走回来啊。椅子上是人脸。哦，你说这个椅子是吧？这不是那种京戏戏曲的那种脸吗？先想办法灭火吧。也不是鬼脸吧？万一火势大了就麻烦了。第一折，救眼，是有两张，这一号和三号这个位置上面确实是有啊，确实是有。这游戏不恐怖的，兄弟，加上主播，我的主播这胆子大，需要想个办法先灭火。我操，就两个地点可以转换。刚才我们的座位上有这些图案吗？我猜这线索在哪里能用上，多留意一下附近的东西。什么线索？在哪儿用？小翠这语气好像觉得我都应该懂，我问的话会不会显得很傻呢？这个简单，四张脸对应台上的四朵花，对不对？我来看，就这个嘛。但好像不对啊，这个还点不了啊，还点不了。需要先想个办法，没有，这不有个小火栓吗？哦，来了，来了，一三五七，一三五七，这四张脸我记住了哈。这个是我，其他全忘了。主播解谜不错，就记性不太好，再记一下。这张脸，好，我记住了。这个是三，这个是一，这个是七。拿出一个灭火器，手提是干粉灭火器。OK， 灭火。灭火后，陶梦烟向钟子怡简述了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我怀疑，和我去年遇到的情况差不多，又是那种比较诡异的情况。去年就是只加一二的内容，对吧？开什么玩笑啊！如果不是你们联合起来整我，那就是我们不小心走进了恐怖片的拍摄现场什么的了吧？怎么可能是为了整你安排的？我本来就没有想过邀请你来呀，如果我这样说出来会被打的吧，也等于原本是想请来拍拖的啊，两个人出来约会的，没想到把闺蜜一起叫来了，对吧？坏了他的好事儿。手机没信号了，
刚才看戏的时候还有啊，没办法打电话求救了，我们先找找有没有别的出路吧。真的没信号了，手机经典没信号。我今天的游戏签到还没有领呢，这下手机变砖了。等我发现了是谁在搞恶作剧，我要打爆他的头。经典，哎，每一个国产恐怖游戏永远手机没信号的，永远没有，开头就没信号了，事情一结束手机马上就有信号。这种情况我应该说点什么才能表现得英勇一点呢？放心吧小翠，有我在呢。这样说会不会很做作呀？手机还是有用处的呀，如果真的是那种情况，可以用它拍到平时看不到的东西。小璇，你怎么了？没，我没事，我走前面吧。我没事儿，我走前面吧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可以转，这可以转，然后呢？啊，五个蝴蝶，五个蝴蝶。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蝴蝶点了一下，蝴蝶掉下来了。不科学啊，这是什么特技效果吗？哎，你好像一点都不惊讶。我见怪不怪了吧。小翠见识真广呐，上过学的人就会懂这么多吗？比起她来，我真的都什么都不懂。玉蝴蝶，就原本是一个真蝴蝶，吧当一下按一下掉下来了，就变成一个玉做的玉蝴蝶了。这里面还有把纸伞，这是戏中人物用过的道具。还有什么吗？没了。这是假花丛，假花。火盆里面燃烧着纸钱和一只鞋，拿这个纸伞去捅一捅，不能捅。一蝴蝶放进去烧一烧，不行。哦，一蝴蝶放在这个缝缝里。梁山伯之墓，梁少平，转眼变成了梁少平之墓。这是前世的我的名字吗？不是，你怎么一下子又带入进去了，兄弟？怎么就你的前世了，兄弟？果然和你有关啊！是你请我们来看戏的，就是你的恶作剧吧？真的不是啊，我的票是中奖得到的。以前我也没来过这家戏院，虽然也不知道是怎么中的奖，我也没参与过抽奖啊。这还能中奖？中个戏院的票啊？我最近家里面已经收到两张了，一个是拼多多，一个是海尔寄来的那种什么抽奖券，我不知道你们收到了，千万当心啊，是个骗局啊！我们小区前两天挂出来那个拉了个横幅，说小区里面有一个人被骗了十几万，就有一个那个像信封一样的，打开之后他对折的，打开之后说什么海尔集团送你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左边有个刮奖区，巴当一下打开，然后你一刮，我说两个号码一中，中完之后10000块现金一个。然后叫你扫个码，然后去登录什么账号，然后领奖，有啊。这么可疑的票你也拿来请我们看戏？据说有好几个版本，什么有海尔那个标志的，还有什么京东标志的，还有那个抖音标志的，还有拼多多标志的。那京东那个说刘强东什么祝你什么即将到来新年，新年快乐一个，下面还敲个公章，我敲的。哎呀，别争这个了，先想办法离开这里吧。话说，这图案好像刚才看到过。这图案看到过啊？那就墙上的东西呗，对吧？墙上东西，山是完全倒过来的，竹子的这个尖朝着十点钟方向，这个花也差不多朝着十点钟方向。好，记住了。竹子是这样，这好像过了，不用拍照，就这样。山是完全倒过来的，花是朝着那个方向的。好，小熊这么快就解开这个机关了，我刚准备出手呢，看来谜题靠你就可以了。我就负责警惕一下其他东西吧。啊，还好有小翠、小桃你提醒。这么谦虚的？我都没看懂你们在干什么。
什么机关谜题？难道这里是密室逃脱？你们假装不知道，是在入戏吗？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！反正倒霉事已经发生了，心态放轻松点呗，急又解决不了什么问题。这个陶怼怼，这陶梦烟跟这个钟子轩跟她那个闺蜜，两个人长得有点像啊，这个李慧太像了，我都分别不出来了。红袖鞋，把红袖鞋扔到这个火盆里继续一起烧，因为里面原本就是双鞋子，对吧？两个一起烧，是一对儿，烧起来了，咋啦？闪了一下，这个幕打开了，哼，看起来挺超自然的，高科技呀、啊！这密室逃脱挺下成本啊，哼，没看到摄像头在哪，隐藏的还挺隐蔽。我以前跟我朋友去玩过一个，就是那个七八个人一起玩过一个密室逃脱，他妈也是的，需要人蹲下来像狗爬一样钻一个地道，然后所有人钻完之后，好像是控制室控制的，他会把那个门给他关掉。我他妈走在最后一个，我刚刚从这个洞里面爬出来，他这个门没看到我，他把门一关，我他妈头被夹了一下，兄弟，说不定以后当心哦。真的存在奇奇怪怪的，这种密室逃脱还是少去。话说，小猪你选的还是蛮危险的，就是这个方向的嘛。往好了想，容易出事儿。素材了，就一模一样的两个门，就是有一个地道，从一个那个另一个房间，就所有人爬过来。他妈那个摄像头没看到我头刚刚伸出来，我操，两个门嘎当一关，我给我头夹一下，我的妈！啊，我已经放弃那个方向了，正打算重选。再说了，你确定论文写这个能过得了？我也想和小翠聊天，但是插不进去话，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。墓碑后的这个暗道深处好像还有道门，我走在前面先去看看，这样会不会显得勇敢一点？那蝴蝶不解了，蝴蝶。有人说这里面有个盒子，这是什么？凶丧娶嫁集婚店，红色和白色放在一起。这肯定是个密码，先进去看看吧。哎呦，哪有把？这化妆是吧？有把刀。瞎叫什么呢？哪里有把刀啊，兄弟？我害怕。你怎么比我们两个女生都胆小？不，兄弟们，我已经瞎了，哪里桌上有刀啊，兄弟？哪里有刀？嗯？哦，在上面，我操！哦，是上面那把刀，我日大哥！一些戏曲服装和道具，这什么东西、啊？我也没害怕呀。你这反射弧也太长了吧？这个话题早就结束了。啊？不是你问我的吗？我什么都没说啊，你发什么呆呢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桃女侠确实从来都是无所畏惧的，不像某些人。也没有那么夸张吧？毕竟我只是个普通的女孩子罢了。你可不普通哦。小翠好像有点恍惚呢，我应该问一下吗？但如果没什么事儿，会不会显得很刻意啊？小钟会借机讽刺我吧？我这个男的真的是非常纠结啊，非常纠结。想说很多，但是又不敢说。戏曲文化戏坛，查看。旧时梨园行当禁忌众多，比如拜祭哪些戏神。不仅各地戏班各有不同，各行当也有所区别，甚至梳头的都有自己的守护神。老郎神和喜神则是最常被祭拜的戏神。老郎神为戏曲行业祖师爷，其来历说法不一，通常认为其为艺术星君，主管五音六律和乐府戏曲，所以不可轻易画其脸谱，若要画则需一笔画成星宿。喜神娃娃在台上为代替婴孩的道具使用，但下台后却被称这个尊称为大帅哥，必须对其恭敬，其禁忌颇多，若不幸触犯需供奉玩具三件以平息喜神娃娃怒气。我怎么搞得这么玄幻呢？哎呦，开罗大吉，有个封条。
啊，是大师哥啊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完了，我正在读大帅哥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跟这个不太搭呀，兄弟啊！但下台后却被尊称为大师哥啊，喜神万万是大师哥，抱歉抱歉啊，抱歉抱歉。每年农历岁末，戏班需封箱休息，再次开箱时需更换写有“开锣大吉”四字的封条贴在箱上，并在演奏特定曲目后方可开箱。大概说一下流程是吧 ？OK。这什么电闸？这个高度伸手摸不到，纸伞戳一下。这个闸一看应该是德利西的啊，正太的是蓝色的。电闸已经打开了 ，OK。打开之后呢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门上画的这张脸的额头上画了像星座的图案，应该是个什么星宿的脸谱吧？砸开了，应该是外面开了。我看看，哦，这个屏幕，这个闸是控制这个屏幕的。喜胸曲，等一下，它这个两边好像是来回跳的。电婚嫁，喜丧集，电婚嫁，我看看，我看那个箱子，就把红色字都弄进去了，是吧？喜丧集，电婚嫁，喜丧集，电婚嫁，没错，喜丧。急，喜丧集，电婚嫁，没错啊。丧集，电婚嫁，那不是它上面那个写的是喜是第一个吗？那喜接着应该是那个喽。哦，我懂你意思了。就等于这两个应该是拼在一起，所以喜后面是电，喜后面是电，然后再是丧婚，电丧婚急嫁，对吧？按照上下顺序，不是左右切换的顺序。喜完了忘记了。喜电丧婚急嫁，啊！掏了个什么东西？掏了个化妆笔，化妆笔，化妆笔。还有个开锣大吉，化妆笔应该干嘛的？化妆笔去粘这个东西，粘这个玩意儿，粘一下。笔尖染了红色的油彩，然后应该是把这个东西一笔画完，是这意思不？画完啊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记住这个诀窍。只要有奇数线的点开始，最后在另一个奇数线的点结束，很轻松就能解决了。我曾经在破解一个法阵时画过这种东西。对，是指甲衣，没错。这样啊，我试试，
那你解开那个法阵后怎么样了？出现恶鬼了吗？差不多吧。这简单。什么叫奇数线啊？就是连接三个点啊，是吗？这个点等于就是偶数点了，一二三四，从三根开始，那就应该是这个，没错吧？这个点开始。一二三，三根，从这里画，这里画，这里画，再到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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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门开了。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缺了一面旗子，小棒子，可能是某个打击乐器上使用的棒子。七月半嫁新娘。是那件事的报道吗？今天这怪事果然和那件事有关啊！这个是指甲一二的新闻。七胖嫁新娘，他们逼你对恐怖游戏，但应该不是很恐怖啊。那个村子的事啊，你一直都不愿意和我细说。如果真的和现在的情况有关，那该给我们讲一下了吧，才好一起分析一下。哎呀，说来话长啊，发生了很多事，至少够拍成一部电影了。我也不知道七胖是谁啊，只在幺二里好像没人叫七胖呀，也没人小名叫七胖呀。啊，简略点，限你三分钟内说完。有点忘记了。唐梦烟想了想，怎么才能快速的把这件事情说清楚？随后他打了个响指，似乎有了好主意。注意看，这个女人叫小桃，她就要被愚昧的村民抓去婚祭了。这是回顾之前指甲药的剧情，她通过这种形式啊，抖爸爸赞助了是吧？就在前不久，小桃回到了她出生的藏灵村。原来她从小到大经常做同样的噩梦，她想回到梦中的地方查清原因，然而村长却命人将她抓了起来，准备用火献给名为六藏菩萨的神秘邪神。原来这是村子的诡异信仰，村长正是被称为大巫贤的邪神祭司。我觉得不如用麦克阿瑟的那个模板。可在下一秒，一个无头的鬼魂煞金刚打断了婚祭，随后大巫贤驱退了鬼魂，并将小桃关进了地宫，等待下一个吉时再行仪式。他还没有意识到藏灵村祭煞金刚竟然和自己有着前世的纠葛。原来小桃的前世叫祝小红，而煞金刚生前是他的恋人梁少平。愚昧的藏灵村有将少女献给六藏菩萨的传统，好巧不巧，小红正是100年前被指定为指新娘的女孩。小红，一般来说这种男的他都会叫小帅啊，叫小帅。只见梁少平为救小红力战村民，小黑却失手被擒，被刽子手土老四所斩，而小红也为他殉情。小桃通过日记和煞金刚托梦了解了真相，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煞金刚的帮助逃出地宫，并解放了煞金刚的魂魄。随后小桃在村中隐藏写点经书的地方被村民阻拦，但是他们浑然不知小桃的计划是借机烧掉经书。最终小桃趁乱逃出，并且报警抓捕了那些迷信的恶人。后来的事你都知道的。
后来你去我家玩，大概讲述了一下，在小区里听到这傻小子唱什么前世的歌，但实际上这两座应该没什么太大关系，人物一样。说你可能是他女朋友转世是吧？哎呀，别提这事儿了，我当时很意外，情绪有点激动，现在想起来简直尴尬死了。和你在一起的我才叫社死好不好？我家和他家认识了很多年，了解他的情况，没当我是勾结神婆来诈骗的，真是万幸了。如果不是这傻小子也很激动，说在梦里经常见到你，估计他妈就报警了。其实我对这些事并没有清晰的记忆，只是第一次见到小翠啊，小桃时感觉很熟悉。我也时常会梦到地宫、祭坛，还有刀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找的这个配音的问题，总觉得这个男的说话有点奇奇怪怪的，像被附身了一样，说很奇怪。小翠，你当时报了这样一个假名，怎么想的？自我保护嘛，对陌生人还是不要暴露真实信息比较好。小翠就是小红反色嘛。原来是随口编的呀，但是我觉得小翠很好听呢，改口叫小桃还觉得不太习惯呢，反正名字只是个代号吧。都扯到前世了，你还知道保护个人信息呀？你咋不帮我保护一下呢？我在小区看到他父母时都想躲到地缝里去。不说这个了，离开这里要紧，万一真的是藏灵村的人或是什么别的东西找上来了呢？医生说你的前世记忆是小时候被村长催眠灌输的吧？你好像当真了，他又算是什么情况？也被催眠过？我也不清楚，有些奇怪的事情在弄清真相之前还没法下结论。好了，走了走了。不知为什么，确实我从记事就懂一点戏，是前世记忆吗？梁少平就是唱戏的吧，但我唱歌和唱戏都很难听的，不知道这又是为了什么。脑袋中有一丝记忆，这有个布，布拉下来之后有锣有鼓，我咚，我先敲一下，我梆再敲一下，我再敲一下，再敲一下鼓，这应该是估计有一个什么乐谱，得看个乐谱。小戏台上是空的，这个箱子封箱大吉，前面那个书里说了啊，就开了箱之后重新要把开锣大吉给它贴，这个贴上去，给它再贴上去啊，贴了开锣大吉。正堂，这东西好像可以切换。那我现在敲有木吗？邦，哎，邦，好像不是这个顺序。哦，这下面有，这报纸下面有，看到了。鼓。锣，哎，这两个那个像那个两个铁盆子帮一下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叫什么？就咣一下的那个，苍一下的那个叫什么？叫啥？这东西叫啥？叫擦。啊，那就鼓锣擦，鼓擦锣，鼓锣擦，鼓擦锣 ，OK。啊，鼓锣擦，鼓擦锣，好。鼓锣擦，鼓擦锣 ，OK。鼓锣擦，鼓擦锣。嗯，哦，后面一个是小的，后面一个是小的，鼓，错，再来啊，鼓，锣，叉，鼓，叉，锣，箱子开了，这箱子竟然自己打开了。可是小翠好像并没有觉得奇怪，小钟撇撇嘴又是什么意思？
难道这种事情很正常？只有我不知道吗？这箱子自己打开了，像宝箱怪一样。这些衣服看上去像是刚才那场戏中使用的呀，怎么像是收在箱子里很久没有穿过了一样？里面有个小纸人布娃娃，应该是戏班吉祥物喜神娃娃吧。把喜神娃娃放在这儿。哎，不是吗？嗯，忘恩负义的梁少平，让他落得尸骨无存。是因为我吗？我前世做过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吗？什么明灵啊，含沙射影的。小轩，你别在意，这种不把话说明白的说不定在玩什么花样。小钟，你说是吧？啊，人呢？小钟不见了。钟子轩从通往仓库的门中走了出来。你说手机能看到奇怪的东西，我在里面试了一下，真的看到了。你们这是什么表情？我们又看到那个不知是人是鬼的家伙了，一眨眼就不知道哪儿去了。真的假的？哎，先不提这个，跟我进去看看手机拍出来的怪东西。钟子轩跑到了小戏台前，掏出手机对里面拍摄着什么。我觉得这小钟有可能就是这个明灵啊，明灵就是小钟的前世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观众说的对，很有可能。你们看你们看，原本什么都没有，手机里却能看到。我试了，拍照也拍不下来。真的是这样？原来手机有这种功能啊。也不是了，发明手机和相机的人也没想过有这种功能吧。小钟，这回你相信现在的情况不太寻常了吧？谁知道，说不定是什么 AR 技术之类的。AR 技术 ，IR 技术又是什么？这个应该就是外面蝴蝶的颜色，对吧？黑蓝白红黄，还 AR 技术一个。完了，好像还有上下顺序，找过了。等一下，我没记住，是上下顺序。完了，这得分开记。我想想啊，黑上蓝下，黑上蓝下，白红也是上，黑白红上，这个中这个下，黑白红上，黑。白，还能替换的呀，那顺序要记，黑白红，白在这儿，红在这儿，对吧？然后黄在这儿，白在最顶上，红也在最顶上。哎呦我操，红也在最顶上，然后蓝在最底下。 OK， 拿了个靠旗，这个是插在那个桌子上面缺了一把旗子的那个地方，是戏曲武将常用的一种装束。还有个小锣，拨浪鼓，能摇出声响，还挺好玩的。小拨浪鼓，把旗先插上。哎呦，旗掉完，旗插上之后掉下来一个布老虎，风格挺传统的玩具。然后呢？这是取悦这个布娃娃的吗？
掉了三样东西，然后呢？掉了三样东西，然后呢？对，这应该是红喜神的，好像没这个必要。我想想啊，是不是把喜神放在里面？对了对了，如果我拜一拜喜神娃娃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帮助我们逃出去啊？哎呦，这娃娃脸怎么变了？怎么凶神恶煞起来了？我猜他想让我们供奉他吧，这种东西总是得寸进尺的。神龛上下的那些图案又是什么？刚才还没有呢吧？哦，现在出图案了，看到了。这应该就是上面的那个叫啥来着，就那个柜子上面的摆放顺序。高脚茶杯啊，这个是刀，这个是红酒杯，这个是金元宝，这个是毛笔筒，这个是茶杯啊，茶杯。好，来，酒壶放在这儿，茶杯在底下。这个不是毛笔筒，这个是放铅的一个桶子。金元宝在这儿。OK， 好了，不需要记，真以为主播我的记忆力这么差吗？对吧？这种不是很难记的东西，这种图案类的、这种物品类的东西，主播还是记得很，主播还是记得很牢的。感谢命硬送的很多积分。布做的玩具球，里面有小铃铛。这都是这些喜神娃娃喜欢玩的玩具了，给他供上，给他放上去。还有个布老虎，再给他搞一个布朗古，他开心了。对这个怪异的场面，唐梦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，而不耐烦的张东希望的钟子轩似乎并没有看到这一幕。还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很奇怪吗？喜神娃娃开心了之后给了一把钥匙，为什么钥匙会被缝在喜神娃娃里面？拿了个钥匙，那钥匙是不是就开外面这个戏场的门了啊？是吗？把这钥匙插到这个门里，门开了，终于看到出口了，别放松警惕，快点跑出去。要闯祸啊！是块布啊！这不是真的门，这是幕布。哎呦！啊！结果他们在台上。什么情况？我们怎么又回到戏台上了？催眠术，魔术。台下的观众全是木偶。台下观众全是木偶。哎呦！这鼓掌动作很机械。刚刚谢幕，第一折就演完。简单啊，解密非常简单。戏院里也找不到其他出口了，只能继续往这边走试试。我快速掀开帷幕看一眼，如果情况不对，我们就立刻转身。哎呦！闯祸！小翠，被人偶拉走了。寻元峰跳下舞台后，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似乎废弃了几十年的小型剧院中，而且到处都看不到唐梦烟的身影。哎呀，我的脚！这戏台为什么这么高啊？小桃被什么东西抓走了，我们要快点去救她。你的脚怎么样？还能动吗？很痛，不能走路了。夹起来。这里好像不是刚才的戏院吧？这也太不科学了。那我去找小桃了，她只有一个人，会孤单害怕的。
你急成这个样子，看来真不是你的恶作剧。难道是什么传说中的整人节目？如果是这样，对智勇双全的桃女侠来说完全不是问题吧。说话的同时，钟子怡爬到了墙边一处视野比较好的地方，靠墙而坐。哎，你顺便帮我找个能当武器使的东西，等我看到了搞恶作剧的人就打爆他。哎，我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，你去找路吧，需要帮忙再找我啊。好，你都可以帮我什么忙？上门开锁维修家电，我就是随口说说，都这状态了你还想让我做什么？哼，小钟竟然也会这么多呀，只有我什么都不会，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，我要快点找到小翠才行。这男的有点不，这个好像情商有点低啊，不领风情啊。第二折，鬼垒。这道门被锁住了，小钟说可以上门开锁的吧，不过门上并没有锁孔，还可以开锁吗？还是算了，我觉得如果问了他会骂我。这个洞好深呐，下面是地下室吗？如果我跳下去只怕就上不来了，还是不要冒险下去为好。木板上的那一边好像有什么东西，要怎么样才能拿到呢？有个小纸条好像。石堆上有个斜放的木板，滴下去的那一头上好像有个什么东西，这个现在还套不到啊，还套不到。今日巨木，这是原来那件事那么有名吗？还被改编成木偶戏了，梁少平之死。看一下那边有什么。哎呦，这些木偶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突然止不住的打起寒颤了？明灵，我太梁少平一死就那心上人，不是连对之影九人不成，终连自身也丢了性命。一个宁家，一个西家。宁家因为这个梁少平落入险境，西家因为要帮助你，世代得病。胡家因为失职，子孙受阻，受到诅咒。我做过对不起这些人的事吗？但是我真的不记得。就这些人，这些家庭都被他害过，都被梁少平害过。要砍头，是吧？别砍我的头！你已经带入进去了，默认这个就是你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啊，我的头，成就已解锁，看到自己的头背。这是第五步，寻元峰心底涌出极大的恐惧感，捂住了紧闭的眼睛，跪倒在地上。这是假的，这是假的，只是木偶，不是真的。我没有死，我的头还在，还在。我感觉好像在梦中见过这个情形，梦到过很多次。梦中的我的头被人砍下来了，一遍又一遍。
平静下来，快点平静下来，这地方太可怕了，我必须快点找到小翠，不能让她一个人承受这些。小雕像，没有五官却画了脸谱的小人雕像，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瘆人。这树底下还有个小鬼人，看到没有，还有个小鬼人。长枪，这长枪不是说他需要武器吗，还拿了个木偶头，木偶头上面有个影。 OK， 这些都没法用了是吧，先把这个武器给他，他不需要武器吗。中子一挥舞了几下道具长枪，一脸嫌弃，这鬼玩意儿是唱戏用的道具吧，你比划比划，能刺穿木板都算你厉害，也太敷衍人了吧。这里也不可能有真兵器啊，还是可以当棍子用，竹子打人很疼的，还能驱鬼。哎呀算了，至少能当拐杖。对了，你看看这个。我看不懂手机。看不懂手机啊，这条短信从舞台跳下来时收到的，义昌镇欢迎您。义昌镇，福禄市到义昌镇有几小时的车程，怎么会收到这里的服务商短信？我不懂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如果这是恶作剧，也太复杂了点儿。哎呀，算了，和你讨论真是浪费时间。那一瞬间后，手机就又没信号了。借给你吧，说不定能用得上。不是你太假，你让他有信号的时候就有信号，就有信号那一瞬间收到条短信，然后又没信号了，你这……谢谢。这男主绝对有问题，这男主说话我操越来越有气无力的了，绝对有问题。这东西要怎么用啊，因为没什么需要联系的外人，我从来没用过，和小翠联系都是我妈妈用她的手机。这男主还没手机的一个，一开始买票就说了他没手机买票，问小钟的话只会被嫌弃吧，而且好像也不是很快就能学会，还回去的话会不会被骂呀，算了，我还是带在身边吧。掏了一个手机，是这个东西能塞进去吗？不行，这手机应该是可以拍一些什么内容，可以拍吗？把它伸出来，然后拍哪一块，看到隐藏的内容，也拍不到。这个好像小德像是塞在这个里面的，对吧？还差两个，然后拿这个头去砸这个木板，是吧？好像不是。哦，好像是的。失败了，再考虑别的方法。砸下去，砸另一边，另一边弹上来。图钉盒里面剩的图钉不多了，拿了个图钉盒，成功了，运气真好，看来我的身手还挺敏捷，里面居然是图钉，还好没有扎到手。拿了个图钉儿，图钉把这个树上的这个布给它钉起来。这个道具树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呀？好结实，没法用手把图钉按进去，如果有把锤子就好了。图钉还不牢固，需要个锤子。这么哪里有锤子呀，兄弟，用手机敲啊。我以为手机拿来拍照，手机结果是拿来敲这个东西的。哎呦我的天！哎呦，布上的一个门一样的形状，结果布挂完之后，直接从这个树上面直接长出来了，变成真的一个门。我真是大惊小怪。如果是小翠的话，肯定会觉得很平常吧。进去，进到一个房间里。这戏服不知为什么有种熟悉的感觉，看到它就让我回想起了那个噩梦，好可怕，还是不要碰它好了，不敢碰。这是什么？以魂为丝，以木偶为媒，
以凶煞一物招邪，可行鬼戏。鬼戏为祭祀之礼，需姿态无误，方有奇效。姿态音律各有关联，若鬼魄自动，需依据姿态奏乐，否则前功尽弃。这还有左下左右下上，什么东西啊？左右臂腕手骨筋，手后手前，完了，353、17、62。懊恼，奇怪的锁孔哦，刚刚那个书上面的那个上下左右那个应该是这个的开的顺序啊，这是开的顺序。这个是什么棋来着？完全看不懂啊！哎呦，哎呦，这声音有点响，我的天，吓我一跳！果然下面藏了东西，上锁的一个盒子锁住了，怎么才能开锁？掏了个盒，固定在桌子上的木偶头。桌子莫名的重，推不动。那先得开电啊，兄弟。他这还说太黑了看不清，对吧？底下这些东西能掏吗？不行。再有个上锁盒子。耳朵可以动的，动不了。耳朵动不了，怎么动？动不了。啊？等一下，刚这耳朵动了一下，结果现在又点不动了。应该这个上锁的盒子交给他开锁。你说可以上门开锁，这箱子我没有找到钥匙，你能打开吗？对，指甲油。那连玩笑都理解不了吗？行吧。对，他说什么上门修家电开锁？等一小会儿，应该是开玩笑的呀。钟子怡掏出一个似乎是发夹之类的东西，插进了锁孔，捣鼓了起来。说起来，你20多年来都和植物人差不多，某天突然就清醒了。如果不是认识你们家，简直无法相信，医学奇迹呀、啊！也不是植物人吧？爸妈说都可以牵着我的手走路的，也能按照他们说的话做些基本的事儿，只是被人传得更夸张了。就以前这个男的小时候就木木愣愣的，别人都叫他植物人。那有可能这个男的就从小就有可能被附身了，或者被夺舍了，对吧？你真的一点什么前世记忆都没有吗？虽然你傻头傻脑的，但一年时间就能像现在这样说话，也挺不科学啊。这些年来，我感觉就像被困在一个无法醒来的梦中一样。但我一直能听到父母的声音，他们一直在试着像教正常人一样教我。你觉得自己梦中见过梦魇，就是因为这个才喜欢他？听上去像小鸟刚孵出来认妈一样。我也只是小他7天啊，被你说的就像……我觉得也是，基本上就是这个人就是前世就是这个梁少什么来着？梁少伯。搞定了，不许说谢。还有，看到废家电了，不要也来找我。打开了，那个箱子里面是挺厚的几本书，还有个空盒子，一个空盒子，一个几本书。那几本书有什么用呢？还有个空盒子。厚的，应该是拿来垫什么脚，感觉是。这里也不用垫脚啊。
棋盘那已经被打开了，已经点不了了，看到没？这边说是太黑了看不清，应该是要先开这个灯。哎，那哪里需要垫脚呢？难道是下面这个洞？洞现在也点不开了，我看看。书能不能换挂着的书？不可以，这个是直接打开的，不是的，这个不是的。嗯？哦，这还有个顺序，等等啊，等等等等等等。但书的第一页，这个是右边那个电箱的锁孔怎么转？但我们现在还没有锁孔的那个，就是那个把子没有呀，没有那个锁把，锁还没拿到呢。现在这个三个人头，这个木偶头是可以动的，耳朵是可以动的，可以拨。太黑的地方能不能用手机照？不行，没用，没有用，怪了。木偶手中的刀让我感到恐惧，这里都不行。用图钉开锁。不行，他说是奇怪的锁孔，也不是，也不是。啊，只能从他这个耳朵入手了，这里没其他东西了，得要先开那个才行。那耳朵这也没提示啊。哦，哦。哦，这地板上还有这个东西哦。长方形左耳向上，上，圆再向上，左再是这个，左上，右上，菱形下，圆上，这个下。有点难记啊，这有点难记啊，这玩意有点难记啊，不太好记，稍微有点不太好记了这个。那大脑强行记一下吧，啊，大脑强行的记一下。强行记。好，记下来了。往上，往上，往下，往上，往下。哦，来了，钥匙。这是什么？好像和在博物馆看到的文物差不多，是一个陶人。为什么会动啊？如果这个陶人只会跑直线，这样应该可以抓住他吧？希望他还没能聪明到能看懂这样简单的陷阱，要把他抓起来。啊哈哈哈！这他妈这也行？寻源峰横过箱子，打开一条缝隙，取出了钥匙，然后将箱子锁好后放回到了桌上。不知为什么，总觉得这东西是故意找我的麻烦，还是把它关在里面好了。你耽误我救小桃了，就算你也有个桃子，也不能原谅你。
好，掏了个钥匙，钥匙拿到了。这个就看一下左下左右，左下左右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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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插进去之后转不动。左下左右下上。好，拉闸。奇怪，怎么还没有亮？难道不是这里的电闸吗？嗯，啊啊，What？ 这应该没错。这灯怎么突然闪起来了？哦，很有规律，好像有人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想告诉我们什么。红一下，蓝两下，白三下，这个红四下。红、蓝、白、红，那总共也就四个啊。红一下，蓝两下，白三下，这个红好像是五下。第一个是红，第二个是蓝，第三个是白，第四个就不要，就那个不亮，跳过，最后那个红跳了五下，没错，再拉这个闸，哦，亮了，亮起来了。梁少平仗义惹祸端，这个奇怪的这些奇怪的海报是怎么回事？木偶戏真的有这些戏目吗？宣传海报，主角是梁少平。哦，这边上面有一个上去的阁楼，是不是可以拿书垫一垫？垫不了。这儿呢？这吊着这几个东西呢，也垫不到。把海报贴到外面，贴到这儿。今日剧目改掉，梁少平仗义惹祸端，随时会掉下来，钉上去，图钉钉上去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钉完了，那应该戏就改了。哎呦，戏台上的木偶和布景怎么变了呀？因为这个海报换了，这个木偶差点就打到我，该怎么办？我从来没和人打过架，更不要说木偶。哎呀，打过来了，先躲开他们的拳头再说吧。什么意思啊？还要应战的？啊！我操，还 QTE 啊！我还是 W， 我还是 ADAD 呢。当啊！当。完了，操啊！这鼠标还要点在这个圆圈中心呢。fuck。虽然没练过，但我觉得自己好像会点武艺。很容易就躲开他们的拳头了，不过一直躲也不是办法，怎么办呢？也用拳头去打吧。啊，什么意思呀？这是代表
这个木偶把他们打倒了吗？为什么连个动作都没有？是因为头不在的原因吗？我实话实说，这个东西从下面掉下来，这个动作有点像惊奇队长。学院风抬头望向戏台上方的木偶操作室，黑暗中隐约看到似乎有些人影站在那里，但却一动不动，好像有人在操作这些木偶。我该不该喊一声呢？可是该喊什么呢？让他们不要用木偶打我吗？还是不要喊了吧，反正肯定不会有回应。我操，废话文学哦。拿了个小凳子，这有个门，就拿个小凳子，小凳子垫在这儿去够。这个凳子不够高，用什么东西垫一下，只要再高一点点应该就可以跳起来摸到了。装桃人的箱子就算了，他肯定会把我摇倒吧。那把书再垫在上面，这些书挺厚的，垫在下面应该就可以了吧。书垫上去，不管怎么交换都有一只凳子脚这里差上一点，这样我不敢爬上去，可能会翻的吧。还有什么可以垫在下面的吗？手机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别人的手机拿来这么用的一个，只能用这个了吧。不知道会不会弄坏手机，那样的话只有赔给他一个了。不知道手机会不会很贵，那要看是什么手机。兄弟站。哦呦，这上面应该是操作木偶的地方吧，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。上去。寻元峰爬上来后，突然发现身边围了很多人。这里怎么有这么多人呢？为什么他们都不说话？是没注意到我吗？可是前面那个女的好像在盯着我。这种场合我该说些什么？打招呼吗？但是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的人只怕都是对我们有恶意的吧。假装没看到退下去，不知道还行不行。仔细一看好像都是木偶。还好还好，也太像真人了吧。操作木偶的师傅竟然也是木偶，而且身上也有体现，真奇怪。就操作木偶的这个师傅也是木偶，就上面还有人在操作。娃中娃，套中套。右边这两个木偶没有像左边那个一样拿着操线板，难道刚才是他们在操作那两个攻击我的洋人木偶？直接用手，可不能拉金壶。需要有什么？需要有那个波的片儿，是不是？这还有个电箱。啊！这是用手做的那种动物的头，对吧？第一个这个头有点像恐龙，这个呢有点像狼，这个有点像青蛙。啊，这个有点像鸡，这个有点像熊，啊，这个有点像狗。这个哪里有这些图案吗？有吗？所以第一个恐龙，第二个是狼，所以就是恐龙扛狼啊。还有吧，这扇门被封死了，根本打不开。门上贴的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近日废弃的陆葵木偶戏院的改建工作突然终止。据知情人士称，在挖掘地面时发现了原本不在戏院设计图上的地下密室，随后的施工中意外不断，不时发生设备失灵、安全措施无故损坏等情况，导致多人受伤，最后只能暂时终止施工。该戏院曾为义昌镇的标志性建筑，因独创了真人大小木偶，融合了更多戏曲元素、逼真的表演等特点，多次获奖。自戏院经营者失踪后，此戏院就一直流传有闹鬼的传闻，有人声称深夜看到戏院中有灯光闪烁，事实上该戏院早已停止了供电。在戏院尚在经营时看过演出的人称，这戏院一直氛围诡异，即便是夏季未开空调也有莫名的阴冷感觉。而木偶戏演出过于逼真，像是活人一样，甚至有些瘆人。对于这些传闻，专家对记者称都是无稽之谈。义昌镇的经济问题早已是老生常谈，近年倒闭的企业并非仅止一家，因为
资金突然断裂等原因终止施工也属常见。如何改变落后封闭的现状才是益昌镇的首要命题。这里最不缺的就是莫名其妙的都市传说。说是西苑闹鬼啊，说是西苑闹鬼。那播这个前面那个金湖是通过这个看的吗？353-1762做了不同的动作啊，就是什么？哦。等等啊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停停。这个是说明，这是说明，就一左一右，控制左手、右手，就左边人的左半边和右半边。这是脑袋朝后面还是朝前面，对吧 ？OK， 然后再看那个报纸，这个报纸是，我操，你这动作有点怪啊！这应该是右腿，右腿朝上，右腿朝上，右腿朝上。手再往下，等等啊，等等等等等等，这两张图这肯定得来回看。臂挽手，哇，麻烦了，这下麻烦了，这下麻烦了。先记左边吧，啊，先记左边。左边是左腿完全这样抬起来，手的话，这个手是朝下。不，先记右边，右边是这个腿抬起来，然后手臂朝下，这样一下 ，OK， 没问题，我大概记住了。再看一下啊，臂腕手骨，好，操作一下，臂腕手，先看一下是什么效果，对吧？好像不对，腿对了，腿是对了，手好像这里得弯下来，那个不要动，臂不要动，臂应该是第一个，第一个不动，第一个不要，看一眼。对吧？没错，跟图上一模一样，没错，这个没错了。再看一下报纸，这个手弯曲下来，往下，应该是手掌不动，腿不动，那就应该是，这个动，这个动，哎，好像对了，就只要动这个就可以了，没错 ，OK 了。梁少平啊，梁少平。我是怎么教你的啊？洋人不能惹，一个拉琴的被打一巴掌又怎么了？你因为这个就动上手了？洋人不能惹，拉琴的被打一巴掌又怎么了？因为这个就动上手了，跟洋人动手了。真是白养你这么大。班主本想以后把你
是这个戏班的班主。你能是个如意郎君顶梁柱子，没想到天天惹祸，我姓钟的真是瞎了眼。哎，有说法了，这人姓钟，这班主姓钟，钟班主。滚吧，带上你的东西，有多远滚多远。梁少平之前惹事了，还有你，拉个琴都能惹到洋人，你也滚。而妹妹也滚了，然后妹妹也滚了，两个人一起滚了。我梁少平是因为惹祸被戏班赶走的吗？这家人姓钟，不知道和小钟有没有关系呢，也不知道该从何问起，我还是不要问了。又拿了个小雕像，这里上面有一个箭头，从右往左，六个零儿，没有一。哦，可以调节。拿了个琴弓，应该先去拉琴吧，是吧？我们先把这个小雕像给它塞上去啊，先塞上，先塞上去，上去准备拉琴。琴的话，应该就是这个了吧？353-1762。我先看看，是根据这个妹妹的动作，妹妹的动作，妹妹现在这个动作应该是353。这个是17，这个是62。看一下啊，先把这个琴弓拿上去。虽然是第一次摸金壶，但是我感觉自己好像懂一点点。三，完了，这个是哪个动作啊？是17吗，兄弟们？不是62吧？但不对，好像17好像是手朝，手抬的比较高啊。这好像是62。